干嘛？干嘛？你给我出来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都不用猜，我就知道是你啊！只有你才能干出这种事儿，干嘛呀？我就想护送你上班嘛，你知道吗？最近的痴汉尾随女生，你不害怕吗？痴汉？嗯，比起痴汉，我更怕你。你干嘛呀？你做你自己的事儿去吧，你跟着我算干什么呀？你不给我拍照，我哪有自己的事啊？我说了，我不会再给你拍了。你没看我微博@你吗？我看到了。那你还不答应？你最近不是要拍网红吗？我现在是网红了。网红那么多，我爱拍谁拍谁，为什么非要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你干嘛呀？他能做的，我也能做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我每日每夜每分每秒。行了行了，你够了啊！你下午来我工作室吧。但我跟你说好了啊，这一次拍完之后。你就别再缠着我了。好。行，赶紧回去吧，丢不丢人啊？戴上口罩。